爬主峰了，然后就是到武岭的停车场，然后就突然有人说违停会被罚，然后我们就不敢赌，所以现在想说撸去昆阳停车场，希望会有位置，不然就真的蛮麻烦的。主峰的最大障碍就是要停车，完全找不到停车位，只能停在旁边先看一下风景，决定一下去哪。在旁边的空地终于找到停车位啦！还要走15分钟才能到登山口啊 ！Go go！ 就是这里，武岭停车场完全没有位置。终于走到主峰登山口。我们刚刚是从这个地方再过去一点走过来的哟，是不是该回去啦？开爬喽！可以从这边再走过去哦，不要学别人说要从那边奇怪的地方走哦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们从这里走哈，从这里主峰步道导览，一路上都是这种非常非常非常平坦的路。这里是哪里？哈？我现在在健行哎，我不是在爬岛。哦，好啦。散步，散步 ，OK， 可以。好，看一下风景。有什么？白墙。噔噔。哎。闪鱼还在笑，都没有景还在笑。我在笑你。哦，出来了。啊，哪里？我说我快哭出来。哦，为什么你出来？我想哪里出来？我什么出来？好啦，我们看一下路啦。有啦，有路啦，我们刚才开的路就是这一条。那我们等一下爬的路，我们要爬的路就是这里，轻轻松松哎。有人在走捷径，不走捷径就是这种之字形地狱，其实也没多地狱啊，蛮好走的。好嘞，我们现在在走合欢主峰，一路上全部都是这种路，全部这种路，就是缓上坡。可是因为是上坡还是会喘，而且这又是高山，虽然很简单但还是会喘。来唱歌啊。你在啊？我刚才唱了啊。谁了啊？要接啊。那展鱼，展鱼接，展鱼先开头然后我们来接。好。好不容易。展鱼什么？这个人在干嘛嘞？路上还有台电呢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走到一个很像城门又有神秘停车场的地方，走捷径的登山阿伯。好嘞，我现在走了大概快40分钟，全部都是缓坡，全部都是这种缓坡啊！真的真的，百岳应该只有这一座吧？这里比石门山还好走哎！哦，看到厕所了。抵达厕所后，就快要到咯。嗨，耶，好嘞，这里这里，这是下山的人们，这是要上山的人们，没错。哎，是那里吗？那个好像只是一个地标。我们现在走上去到吗？应该是走一下下。真的？对。到达这个之后，还要再继续走一段路，到咯。快去找那个板板拍照喽！到了，是吗？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中华电信的什么东东哦。对，会应该会哦，应该蛮强的。看一下，哎，看不着，看不着。来，跟大家秀一下，登顶后的小福利。这应该是基地台吧？我们现在满格哎，好扯哦，在登顶后还可以满格。好了，这是真的登顶了，一堆人。看到板板了，看到板板了。旁边是三角点。合欢山主峰3417公尺，一堆人，终于排到队了。好，拍完照就赶快下山啦！刚刚等超久，一堆人。然后我们这次决定走捷径，绕另外一条路下去，就不走缓坡了。
我们平行的主要道路在走呢，满地都是这种碎石头，雾雾的一片，都没有景。下山，这个好走。对，没错，你发现了。我腿有点粗哎。怎么了？耶、yeah, ！小碎石，小碎石，全部都是小碎石。嗨，小碎石。小碎石，小碎石，小心哦！太小碎石，吓死了。抱歉，我们是乡下人。接回一般的柏油路、产业道路啦。这个人要走捷径，他要走这儿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 okay. 这个可以走吗？来，镜头感觉不太妙。嗯，好像可以耶，但我觉得不要好了，因为他好像没有接到那个底下那一层。好了，不要，还要走吗？呀、yeah. ，雾散开了，好漂亮，蓝天出来了，美丽的花花耶。虽然大部分都谢了，还有剩一些。专业上手，图没图？最后一小段路来走捷径吧，小朋友。到了，跳登山口了，噔噔，到了，耶、yeah ！再来一个，到了，下山，下山啦，抵达登山口啦。可是呢，还要再走20分钟回去牵车啦。哦，走这段，漫漫长路，漫漫长路左山顶，还行啦。真的很美，再回味一次。然后我们还有好长一段路啊，好累啊！明明就下山了，怎么会那么累？而且都是上坡，而且旁边的路又超窄的，就这样，超窄的，一会车，我们就会差点被其中一侧的车子快要撞到，就只能贴在最旁边这样子，让他们先过。哦，真的是好累。走到五岭停车场了，剩一点路，加油！东风，然后被树挡住的尖山、石门山，然后在最后面反光板有很多云雾的地方是北风，最后是我们风台湾的。哇塞，这个真的太美了，这每一座山。终于走到停车的地方啦！耶、yeah, ，上车。成功下山，走到车上感觉如何？好想吃乌马，茶料，茶料，对不起，茶料乌马，三个鸡汤。好啦好啦，好饿，好累，我们要下山了，要下山了。司机，不要看我，后面的人，耶、yeah, ，下山，耶、yeah ，合欢山一次捡4座百岳，成功，耶、yeah ，第一次吃乌马，就献给这一波啦。来吃吃吃，乌马吃起来吃。No。不知不知，不知不知，不知不知不知。啊！来，在台北开车好玩吗？好可怕哦！刚刚那个市民那边上面高架桥转，没有，那个是黄河北路，我们只是绕了一圈而已，完全就是不知道左边还是右边啦。恭喜你成功到家，我今天这个台北开车，哇，恭喜你。干嘛？好累哦。现在几点？11点半，终于到我家了。好累哦，自己送自己回家，辛苦了。好，这趟的爬山之旅就到这里啦，结束。Bye!